节能减碳不再只是口号咯，北投区的厨房志工郭丽玉擅长在料理当中省水省时省瓦斯，就像是今天要做的这两道料理15分钟就搞定了，不过呢却一点儿都不马虎，吃过料理的人都说赞，好像里面有嘎吉比哦，有说不出来的清甜，今天呢、可要仔细看，要来公布秘方咯。现在新手派健康带咱来来欢迎我们这一位，和你讲个嘟嘟啊喝哎，郭丽玉师姐，师姐您好，爱珠师姐好，全球的观众大家好，和你大家讲个嘟嘟啊喝哎，意思就是讲想要多吃也没有吗？对，因为对，因为我们家所以人家都说丽师姐你煮的菜有没有？怎么都那么刚刚好，是很好吃吗？我说不是，因为我把它设定好，因为我们的食材就比较不会浪费掉，很好吃，还想要再多吃一点。没有了，太谢啊！那这样你们以后还会再想到我。你好坚强哦。那我们就是说让各位妈妈们呢也跟着你好好的学一学，把家里面的菜呢分量抓得刚刚好。对，那请问你今天要表演是两道菜对不对？对，而且同步做对不对？对。好，是什么菜？是那个加一味那个菇藻汤，咖喱米菇藻汤哦，还有三层瓜片，对，同时做好。同时做，那我们大家就先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哈。加一味菇藻汤，材料有牛蒡半条、山药半条、黑藻20粒、猴头菇调理包1/3包，调味料有白胡椒粉、盐各少许。三层瓜片，材料有冬瓜1大片、素鹅1/4条、姜5片、香菇3片，调味料有胡椒粉、素蚝油、盐各适量。因为我们这个那个加一味菇藻汤，这个是黑藻，咖喱米哦，黑藻它呢，它黑藻对我们那个胃还有鼻脏非常的好，就是那个黑藻有没有？因为我们要为了那个节省瓦斯有没有？我们稍微把它切一下，切三刀哈，那切三刀的话，让它有入味是不是？对，好，那我们就把它加上去了，加下去了哈。不先什么熬素高汤都不用，我都不要，我们都以盐味的而已哈。这么健康，那今天有盖子？对，没有，还有那个这个牛蒡哈，我们今天的牛蒡我们就切。薄片，刚刚这样讲，那个黑枣有多少颗啊？大概有我六人份有没有哈？这今天就六人份的哈。那如果我移的，因为我就一个人只能吃3颗，好啊。那但是我会多一人份，因为我们大有时候客人来的，他顺便带一位来，总是给人家那个预备一下。对，这样子算了。那我们就把它哈，那牛蒡是几片？牛蒡我就把它，其实应该是半条就够了哈，一个人差不多5-6片，因为它这个是可以当菜吃的，所有的菜都会吃得很光光的。其实这才真的叫做技术哎，而且这而且上年也是说要吃到八分饱，不用吃到太好。那现在哈，因为我们我在这做这个的时候有没有像瓦斯有没有？我会节省瓦斯。怎么节省？像我做一个汤有没有？所有的菜我可以在这个汤好的，我的菜也都全部好了。那像我们在做这个瓜片的时候有没有哈？皮削掉。它这个我们皮削掉，但是它你看这我们要怎么切法？你就没有，我大部分我都会把它这样远远的哈，这样切过来一个一个哈。冬瓜一个人吃几片？一个人两个，我菜蔬菜类有没有哈？我就今天我有4季豆，4季豆我已经会去3条，我会以那个3条去称看它那个多重。如果是说3-2重有没有？我们10个人就32重，就这样子 ，OK。各位妈妈，我们现在真的在家里面好好的学一下，因为你这样子都不会去浪费到食材。那请问为什么这个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在家有没有、嗯、这一个我会把它丢进去再煮汤。煮汤，因为你这个要给那个老人家吃不行，这个煮在那边。啊，那你就把它丢进去里面的话，这个你要拿起来就很好拿。很好拿，对不对？可以哈、哦。啊，那现在要把它换进去。可以哦，好，那我们就把它换进去。完全照你的方式。好。好啊，就这样子。这样子处理起来就比较好捞。对，都不要，你不要把它切成一大片，有没有？啊，就分散了就不好。哎，对对对对对。啊，那等一下你用筷子把它一夹起来 ，OK 了。因为我们冬瓜也要下去，等一下我要用炒的。你如果在那个。锅瓢那边炒很久，不好吃。是，那你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放进去里面，哎，烫烫稍微八分熟。好，啊，等一下起来再炒就很快，烧两三分就 OK 了。哎、这锅汤，我们可以想象它很好吃了，真的哦。现在我们等一下那个冬瓜有没有？差不多五分钟它就熟了。好，好啊，那我们啊，现在我们就先准备冬瓜的材料，因为我们姜要把它吃掉。好，大人就切薄片，小孩子就切细。他们不要吃的话，啊，可以拿掉，拿掉，好不好？哈，就这样子哈。因为其实姜很好，对，姜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所以你那盘菜到最后什么？除非是小朋友啦，不然那个姜也都吃光光。我们都吃光光，但是我在家里我一定要这样做的哈。你家几个人？我家以前是六个人，那现在小朋友已经去慈济有没有？长大了没有一个小学？那我媳妇今年她不知道是怎么想到，她说她要让小孩子去慈济读小学。哦，你媳妇开悟了，她就把那个，对，就把。他的工作辞掉，带他们去陪去陪读啊！哎，对，其他去自己去陪读。那这个香瓜呢？这个香菇呢？哈，我们可以把它哈切花，花的话就从这里剪。你已经那泡好了哈。像我如果在家有没有？我绝对没有泡好，因为我就会把它丢进去里面一分钟捞起来就 OK 了。以前在教他们做的话，他们说那个汤的味道不是就是五味杂陈，我说没有，你丢下去的那个味道就是一点点，只有那个只是淡淡的，还没有完全进去。对，啊，我了解。如果说是你是泡的一碗香菇水，有的人会把那个香菇水拿来放进汤，就太浓。对。到底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啊？这样子算，因为我在家里做菜的话，大部分都会想到。你说以前你说带孩子，从小朋友还小的时候，你就是家庭主妇的时候就是这样算哦？没有，我们以前我跟老公结婚的时候，我们家的家境是非常不好的，我先生的家庭非常的。所以你看，就是那个家庭环境造成，让你反而激发了很多的这种智慧，对不对？因为我以前是当小姐的时候，从来是没有在做饭菜的。这个就是等一下要，这个叫素茶鹅嘛，哈。对，素茶鹅有没有？好，那我们把它塞进那个，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成品我都吃的比较少哈。嘿，我切的非常薄哈，只是在那个里面那个味道。几片。没有啊，它里面它这个就可以换成三片，一片哦，这样切着。其实这样蛮大方的，嘿，一个人三片。没有，这个切三片，那就是一香的。两片有没有哈？就塞在那，就一个而已啊，就这样子啊。我们就不想说，不可能啊！哎，你今天是，你今天要大请客，你这么大片三片，特工不可能，是这样。切三小片，给它切三小片。哎呦，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冬瓜有没有，等一下夹起来的时候，我们先切薄，先切好薄片有没有哈？那现在如果说一片只能用一个有没有哈？我们就切十。你老公真的很幸福哎，竟然娶到一个这么会持家的太太。没有，这个是好，这个就是这样薄薄三片哈。所以说你们家现在是环保站对不对？对。好，然后呢，你也会做点心给环保菩萨吃，对，然后也是照这个方式来算，对，阿朵嘟嘟啊喝，对吧？对。那么听说那个什么铁路局要做素便当的时候，也有请你去，为什么？没有，就是有一次我先生，因为他是主管级的嘛，他是铁路局的主管级，台铁的，对。他有一次他是说，因为上年那时候已经在推行那个素食的嘛，嘿，对哦。有一次是他办。他因为他去那边，他们说要办活动，有没有？嗯。那我家叔兄他是主管，他说不行，他说如果要的话，他要做素食。啊，但他说素食谁要来做？我不知道。他说不会做。我叫我家师姐做给你们吃吃看。
所以我就他们那五十几个人就由我自己做。哎呀，好好哦！所以我们现在像铁路便当就有卖素的，还蛮不错的。他素的有没有？他那边我是叫他都以那个蔬菜为准，不要说不要全部都是以那个有没有哈？什么塑料对吧？对对，都不要有塑料的。这个算可以的吗？看一下，像这样起来有没有？我们要切薄片有没有？哈，刀子有没有？嗯。你就以横的这一边哈，切一下，切两片两刀。这要拿起来放凉呢，放凉才能切。不用不用，可以这样就好 ，OK 了，没有。中间破两刀。好，破两刀哈，啊，我们这个像这个哈，你先切小小的，因为我们这个不要给它跑出来哈。可以加几粒猪鼻啦，哎，它这个味道这样就够了，这样就比较好看哈。你看它就是刚刚好呢。哎，对啊，就这样子哈，把它切进去。啊，把它扎进去。你好可爱哟！啊，就这样，就一片哈。哎，这样算得刚刚好哎。好，我们每一个都是照这个样子做。对。然后等一下就要烧，对不对？等一下，等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把它可以捞起来嘛，放在一个盘子，盘子让它凉，好不好？其实这几招真的学起来真的很棒。没有东西都不会浪费掉，我们的食材不但不会浪费，而且还好吃。因为人家吃了再要想吃已经没有了，很不好意思，这样就永远都会说好吃，其实不是的，其实真的好吃。这个中间我们看到有这么多的技巧，对不对？我来帮忙，好不好？好，好，帮忙。你放心，我一定按照你的规矩，规矩不会太。我只给人家三片，绝不会给三片半。对不起，这个是我会按照这个规矩来，哈，好。不是东西不要让人家吃，这样真的有时候你吃不完叫人家带回去，有没有打包？对，那个回去都其实嘛也不太好吃，已经不好意思不好吃，对不对？所以就把它这样子做，有没有哈？你吃起来它，但是像我在做东西有没有全部都是原味的哈，很少有什么东西的。好，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来做那个山药好不好？好，嗯，山药我们也是像切这样子，有没有哈？嘿，哦，这么大片哦？没有啦，啊，等一下还要切成四小片。哦，所以我还以为两等份，这样一切两刀就变成四等份。哦，所以我还以为你真的是这么大方，这么大方。先学习，学了要开始大方了。哦，学了要开始大方了是吗？你学了要开始大方吗？没有了，这样就够了。来了，上你说。上人就说吃够饱就好了，哎，东西也不要让他们吃的太多。上人这样说，你听起来一定就满意耶。对，我很喜欢。哦，因为刚好就是跟你东西不要让人家吃的太多了，不要叫人家说，哎，我的嚼饱，没有嚼肚啊，喝的喝了。像山药，我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切呢？因为它有没有？它有焦煮，焦煮不要说泡水，一直把它泡水，我不喜欢哈，所以我都会如果在家里。刚刚他们就有在问，为什么山药你没有把它泡在水里面？要不然它会黑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就可以换下去了？你为什么？其实一直泡水是不是也是把那个焦煮泡掉了？不要，对，我们都不要。最好的东西有没有？就是做好就是弄现成的就 OK 了。哦，对哈，这个其实有没有？你切一切马上就 OK 了哈。哦，对，现切现煮嘛，对不对？然后就不要让，这个就是环保。嘿，对，也是环保。来，现在你就要来烧冬瓜了，对不对？嗯，我们的香瓜就马上香菇可以马上下去了哈。好，好，就这样子哈，大家就是姜还有那个香菇就一起下去。好，你们就看那个。看我们丽丽师姐来炒那个，为了那个食品安全，对对，最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学习吃原味。对对，大家都比较像我在家，大部分都做原味的菜给家人吃，好吃起来零负担呐。那像有一些人都不喜欢加胡椒粉，因为他们说胡椒粉的味道会很浓，他们不喜欢。其实胡椒粉有没有？你只要去把它那个炒香，你用油下去炒的话，把它炒的话哈，它就会更香了，不会就没有那个味道。有一次我在关渡做香鸡的时候哈，因为我喜欢这个胡椒粉，因为人家说胡椒粉对胃，我们吃的素食的会比较寒胃，但那个胡椒粉对胃部还好哈，所以我都会把它加。他说：“师姐，你煮每道菜都加胡椒粉，我都不敢吃。他是我们的志工。”结果呢？结果我煮起来，我说：“你吃吃看，看师姐做的会不会有味道。”他说：“哎，自从后来有一次我遇到，他说师姐，我跟你讲哦，你从那时候做过有没有？你叫我们怎么把那个
胡椒很爆香，有没有？我已经敢吃了，就是没有胡椒香气，但是没有那个胡椒的另外一种味道，那个中药味。为了我们那我们现在的这个食材，有没有哈？现在我们的酱油哈，现在已经那个胡椒粉已经爆香了哈。那我们就素蚝油再加上那个盐巴，有没有加一点点就好哈？哦，就是上一点颜色，然后再加一点盐巴。盐巴，因为它的那个咸味才够哈。哦，因为我们这一道菜可以人家在吃饭的时候配饭，配饭那配也对哈。嘿，一匙、两匙、三匙，好，这样就够了哈。我们素蚝油爆香一下哈。好，那现在水下去。差不多，我们再加的话，这么多的东西就加一碗水哈，还要再一点。好，对 ，OK 了，这样就够了。这个猴头菇嘞，可以下去了。好，哇，其实这锅汤很好喝，而且都没有油的，很够哎。我觉得六个人够了啦，七个人、八个人都可以，都可以换大锅一点。对，因为这个汤汤很好喝哦，汤很好喝。其实这个滚一滚就可以吃，像这一个有没有？像我们在切的话，就切这样横切，它就这一片就不会跑出来，就 OK。你要不要再？我先吃一口原味，好不好？好，因为它有那个黑枣，它用那个黑枣。对，盐巴不要加多哈，因为这个汤是比较很盐味的汤哈。哎，好甜哦！对，又好喝，对不对？哦，加一点盐更好喝，对。赞，其实这个已经可以了。这个，这个是有智慧的菜耶，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嗯，哎，两块真的不太够哎，够，因为不是只有这一道菜而已啊。我们如果像我，如果说这一道菜有没有，我再加一个豆腐，你就够了，对不对？那还有两道青菜，因为只有一碗饭而已。很好吃哈，嗯，好，而且它又不会太咸，所以呢，我们各位妈妈就自己在家里面照这个方式，这个很简单，但是简单归简单，但是中间这个算这个食材的方式，就是要有一点智慧，而且多用点心。好，我们就跟着丽律师姐去看看她如何在环保站里面煮点心喽，哈，感恩你，加一味菇藻汤。做法是黑枣化开，牛蒡切片，山药切块备用。黑枣及牛蒡先放入汤锅中煮约十分钟，再放入山药、猴头菇煮滚，加入盐、白胡椒粉就可以了。三层瓜片，做法是冬瓜切块之后入汤锅煮八分熟备用。香菇、姜切丝，素鹅切薄片。接着在冬瓜块上方横切两刀，将素鹅片塞入冬瓜里面备用。起油锅放入香菇姜丝爆香，再放入胡椒粉、盐、素蚝油略炒之后，加一碗水和冬瓜，盖锅盖焖煮两到三分钟，再取出摆盘就可以了。今天一大早就被叫起来要来做环保啦，师兄师姐都说哦，做这个环保哦，有益身体健康，而且精神会很好呢。哎，嘉义我哦是特派员，当然也要来试一试啊。师姐，你们常常都来做环保哦，好花心哦。对哦，太无聊啦。哎呦，哦，做环保身体好啦。哦，做环保爱自己。对。我做环保有报人个票啦，啊，好好康个人个摕啦，啊，人个食娱乐啦。哦，真的哦。真的哦，足好个哦。哇，听你到电话声，行动起来了哦。哦，安尼吼，咱赶紧来做，就等叫他围了，对吧？这里是位于北投区石牌捷运站附近的一处小型的环保站。高壮的大榕树下，满处是回收的资源，而在一旁坐落着一栋早期日式建筑的矮房子，这是以前铁路局的宿舍，也是郭丽玉师姐的家。因为今天是岁末，我们要给那个感恩我们的那个环保志工一年来对我们这个环保的付出，有没有？所以我们要煮一些小菜，
先叫他们来尝尝啦，尝尝试试。63岁的丽玉师姐利用他们家前方的空地带动社区来做环保，已经长达13年了哦。而她用心的可不止如此，她还会时时的跟大家分享她的茹素故事，希望能够推广素食呢。妈妈生病了，啊，那她一直跟我说，她为什么她一个病好了，又一个病又来，她说她好苦哦。那我就没有办法，因为我就跟我家的菩萨，地藏菩萨的发愿，我就说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我要来吃素。妈妈的身体真的后来肚子也不会痛了，那我自己的身体也好的非常多。因为我的胃部有没有常常会胀气打嗝，所以我吃素真的非常棒。那这个萝卜梗要把它切细一点。喜爱做料理的丽玉师姐认为，好东西就要和好朋友来分享，不是常常做点心和人结缘，就是教人做料理的小配方。尤其是啊，在做料理的同时呢，还能够例行节能减碳，真的是佩服啊佩服！我就顺便要煮汤的时候，就是利用这个瓦斯有没有？煮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蒸个芋头，等一下我们做个甜点有没有？这样就不会再浪费瓦斯，也不用浪费水啊，那个香气。汤的香气又有，啊，我这样就都可以省瓦斯呢，省好多。哇，没有想到哎，我做环保，啊，才不到20分钟的时间，丽玉师姐就已经变出了这么美味的料理。还有还有哎，这个其他志工啊，也都带来了自己的拿手料理要来围炉。哇，这香气啊，已经弥漫了整个环保站，迫不及待要来吃喽。啊，这也好。哎，今天非常感恩你们哦，今年哦，和恁安尼大家足幸福啊，吼，上面所加油，哈，啊，大家，我们用简单的咯菜哦，啊，大家来围一个炉安尼，哦，新年快乐，哎，没完啦，哈，大红灯都这样哦，因为我们每年过年都有在丽玉师姐这边围炉，持续好几年了，为什么要围炉啊？就是尾牙这样，是感恩志工们。对呀，啊，感恩志工菩萨他们的发心这样子。吃围炉的感觉怎么样？很好，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吃到这么好吃的菜，真的很开心。所以有什么菜印象很深刻？就是他那个萝卜，因为他的那个咸蛋哦，都配的真的很好，味道也很好。有时候那个萝卜。我们自己烧，有时候没办法烧到说，它那么又入味，啊，又不会太咸，真的吃起来很香。很拢全都食，拢全都食，一斤咬住。是大家庭哦，安尼来同安食好食，安尼好食。啊，油不好食无？哦，好食。丽玉师姐来咱食刚好，丽玉师姐好改嘞，做无用的，无就跟你讲。太老好吃哦，赞哦赞哦赞哦！听到了没有？此起彼落的赞美声啊，哇，真的不骗你，每一道菜啊都好好吃哦。今天啊，在这岁末时节，看到大家这么认真的在环保站打拼，然后还有丽玉师姐的美味素食陪伴，一定要跟大家说一声，幸福喽！